睡觉。啊？要不你这两天陪我去看看房子吧？我老住在你这儿，也不是回事。啊，行行。你在看什么呢？我在看我女朋友呢，真好看。哎，她这个可爱的样子啊，我特别喜欢，就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你有女朋友啊？嗯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那要不你先看着，我回去收拾东西了。你先看着。不是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要不然你看看，你看看行吗？你女朋友你看着喜欢就行，我无所谓，你觉得好就行。别，你帮我看看，嗯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要去找工作？我说什么了？我说我这几天还要出去找工作，就只能在你家多住几天。吃饭吧。